这么巧吗？又是穿着嫁衣自杀的。这其他的暂且不论，这林小姐此前也是晴天听到了雨声。哎，难道杜小姐也是吗？这些细节都一致，绝对不是巧合。啊，杜小姐死前有人说鬼新娘又来索命。又？那说明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情。是，所以我打算一会儿饭后再去探查一下近几年类似的案件。大家吃饭吧。哎，如霜，尝尝这个。我倒是突然想到，如果这些都是自杀案的话，有不少人家也许并不会报官。裴兄的意思是说案宗的记载并不完整。哎，这个好办，交给我就行。哦，对呀，找人和查问事情这种谢大哥最在行。哎，如霜，这个时候你得叫我谢大侠才行。好，那就麻烦谢大侠了。哎，好说好说。哎，谢大侠，小女子还有一事相求，这里任何人都做不了，思来想去还是谢大侠能帮我这忙。如霜，只要是你的事情都包在我身上。哎，如霜姐姐，什么事只能谢大哥一个人去啊？什么感觉？甜。啊？怎么会呢？现在呢？更甜了。怎么可能呢？难道是我把配方弄错了？如霜，你是不是给我用了什么毒啊？对啊，我现在在用你的手臂试毒。哦，那这个里面是不是掺了羊粉？我怎么觉着我这心里面痒痒的？你能不能正经一点啊？你再这么不认真，我不理你了。别，如霜，你可别不理我。我刚才就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别生气。我，哎呀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就感觉火辣辣的。对嘛，就应该是这个感觉。啊。